本期您将看到二人转总动员海选比赛。前辈你教我玩我那个九连环呐、啊，哎哎哎呀啊！在舞台上俩人唱的挺好，条件都挺好。嗯整个舞台动作包括情感都挺好。本期您将看到第五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成人组的总决赛五进四的比赛，先声夺人。姐妹二人心灵啊，来到郊外望风筝啊，哎呀，一步要你跨来，二步要你忙啊，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这是从哪儿来啊？从一统县。一统县来哦、嗯，你们俩是怎么个关系？姐妹。姐妹，一会儿登台的时候也是俩人一起上啊？对呀、啊。你以前学过二人转吗？你看呢。评委老师好，小乐队小蜜蜂乐队老师好，我叫张冬雪，乐队老师请。女孩扭起来的时候，眼睛要看我，看观众，别看地下。我有点紧张，别紧张，唱戏、啊。咱两家从前哪、啊、处的好啊？可以，你们俩应该适当的选点小帽，像对花了，这个有问有答那样的，研究研究研究。在舞台上俩人唱的挺好，是吧？他俩对，就是一身边，你俩都是上妆，就没有下妆。二妆是一个大一丑。就是舞台上展现可以，比赛不行。对，你没有特点。一顺边，你俩是属于。因为二人转是两个人，嗯，一男一女，一旦一丑，谁是男谁是女分不出来。您俩的条件都挺好。嗯，选个好搭档都能唱二人转。对呀、啊，我没学过，这报名就是
冒蒙报一下名，完了就是通知我来没准备。没想到人家来电话了啊！这不老妹儿她正在学，准备的还不是很充分，就是。对啊。嗯，那你俩条件挺好，还有进步的这个空间，你俩还继续练。希望你下次来，你们俩都各有搭档。有搭档，就能晋级了。就是。现在你们不好说。加油，嗯。啊，谢谢。今天只能给你们待定。啊，再见。谢谢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中海啊，这我可见着您了，见着本人了，不乐死您了，本人了，在家看电视看不到你这样，哎呀妈，这好，这小伙，电视我不也这样吗？这小伙，呀，那你告诉我，电视上的我比较帅，还是现在我比较帅？现在帅呗，那你电视上就不帅了呗？电视他们一晃，他就不那样啊，不那样了，这本人是倒是好啊。哎呦，别夸我，别夸我了，不是，为什么来参加比赛？我吧，这么大岁数了，我现在家待着。儿女啥都说，就你来吧，来锻炼锻炼吧，来练练，乐呵乐，不就老人这么大岁数了，锻炼锻炼，不乐呵嘛？就为了一个乐呵，必须来。就是啊，对对对，电视机前的朋友，那想乐呵就一定要来我们总动员参加比赛。是。尊敬的二位老师，优秀的小蜜蜂乐队的工作人员，你们好。好。我今天来到这，晋不晋级是无所谓，主要就是来展示展示。叫二位老师呢给挑挑毛病，主要是呢，曲曲长不短，挑挑毛病找找板，在这个大舞台露露脸，我就不遗憾。好，谢谢，这串口贯口好。瞅整个舞台动作，包括情感都挺好，咬字不真的，咬字就是每一句每一句，别把它吞了吃了丢了啊！好好，我看挺好，你再选一段戏。开花像雪霜啊，六十年一样开呀，那仙人掌啊，你看那仙人的头上啊，露水汪汪啊，你们俩这段戏主要是节奏问题，就是跟乐队的速度不吻合，比乐队快
如果说今后你们愿意唱快的呢，可以跟事先跟乐队商量，给我们稍快一点啊。好啊，好，这个你那个情绪啊，丑的东西你再挖掘挖掘，小蹦啊小跳啊，包括你这种唱，旦角呢再自信一点，声音再洪亮，再美一点，浪点，我看你们俩可以在舞台上留下来啊。谢谢老师，谢谢。晋级。张育才还在为海选比赛的晋级而喜悦，而在第五届二人转大赛中，有五组实力选手正在为晋级四强进行着激烈的比拼。稍后请看第五届大赛成人组总决赛五进四。接下来请收看第五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首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成人组的总决赛五进四的比赛。本场比赛共有五组选手向四强发起挑战。首先为您介绍来自吉林省九个第十州的大众评审，他们当中5000、7080、九零后各占20%。接下来为您介绍我们豪华的评委阵容，他们分别是二人转表演艺术家、转迷心中的憨哥孙忠红老师，来自黑龙江省的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张野老师，德高望重的二人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韩子平老师，长春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严淑平老师，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和我一样中老年妇女的偶像佟昌江老师，著名二人转音乐家金世贵老师。本栏目还要感谢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的鼎力支持。在现场大家可能听到的美妙伴奏音乐出自于小蜜蜂乐队这首《辛苦了》。二人转总动员，精彩乐无边，耶、yeah! 看他们谁能先声夺人。先声夺人，此环节为选手小帽展示环节，评委点评不打分。
看过小猫表演之后，韩老师您有什么话想要说呢？一号呢，原来是咱们纯民间的演法，你们的小猫一招一式下了很大的功力。二号呢，这是我民间朋友，这是我的最爱。下庄头一句那个高音儿，你没准备好，你还是直接就上去呢，还是平音儿呢？没有准备好，出了一点小壳，是不是啊？就不是那么100%的完美吧？三副架这就不用说了，这个非常美丽大方，招人爱招人看的一对儿。那么四对儿呢，那也是我们小家碧玉，清纯可爱，他都招人稀罕，这玩意儿真气人，不好整。这个五号选手，这是一直咱们的表现非常那个长眼的董国防这一对儿，后边压着这个小帽唱的也是无可挑剔，希望你们都取得好成绩，谢谢。我们的韩老师对于这五组选手都非常的认可，但是接下来的比赛他们能否一如既往的有高水平的发挥呢？来看看他们的拿手好戏。拿手好戏，此环节为选手的正戏比拼环节，评委投票，票数最高的一组选手直接晋级四强，其余选手进入下一环节进行才艺的比拼。我今年要
又度荒年。到天这本事啊，我的天伦父啊，我们流落出生要受贫寒。你的爹爹离开了西上啊，留下什么话？爹爹的言语，女儿牢牢记在心间。你言说爹爹亲情谦虚可靠，八月十五妇女得团圆。爹爹你这一番话不要至今呐，女儿牢牢记在心间，性命盼到你端阳节，端阳等到八月天，这年年都有月圆日。为什么月圆我们人不全？老爹爹你取出手指算一算呐，整整是春去冬来一时，三年呐，为了我的爹呀，哎呀，不对了，爹爹。在呀，为什么你说唱一十三年？我要是不说，爹爹你不知晓，有一个屈情在里边，女儿我十三年万在人间过呀，一切的鬼魂我当了啊，整三年呐，爹爹。闻听得我儿讲一遍了，天长心中好似万了见了穿，这真是民有千口啊，难分了面了，官有一口啊，能吞了天了，要不是我的儿啊冤了魂了散了，怎知我儿身受冤了，要生儿啊大父等啊，老父为你大报好我冤呐、啊、鸡鸣无辜扎凶犯呐、啊，榜堂前呐、啊，云魂大堂来作证啊，三推六问正如山呐、啊，户口发场问了斩了，三律发配呀、啊，道兵官了，道里人头分钱摆，记得我赵雪伸了冤了，这本事千古动地，六月雪好好累累你们大报喊。小宝哥是我们这一届成人组比赛当中年龄最大的啊，哎，那你学二人转有多少多久了？嗯，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了？哎，那在你刚开始学二人转的时候，
很顺利吗？很快就入道了吗？其实也不太顺利，因为呢，我在学二人转之前呢，我曾经练了一段时间美声，学声乐了。哎呀，能感觉到那种美声的味道啊。对，哎，就这个很多的老师们也知道，说这个美声的发声和二人转的这个发声正是背道而驰，美声呢是靠后，二人转呢是靠前。美声里面有一首特别厉害的那个《我的太阳》，对，当然我这个太业余了，就是那首歌特别好听，来两句，简简单单的先唱两句。但是呢，说实话，我在学二人转的时候呢，因为呢之前学过美声，也闹出了很多的笑话。笑话，这个我们爱听，举例说说。我在刚开始学二人转的时候也是学的这个韩子平老师的这个《回杯记》。回杯记。一唱的时候呢是用美声唱，所以我的很多朋友，我的师兄师弟们呢，特别笑话我。这个美声版的《回杯记》我们还真没听过，对不对，朋友们？大家想听吗？想不想听？来来来，来两句，来两句。上听秀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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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妹呀，韩老师，这个美声版的《回杯记》怎么样？也不错，得说他们俩这段演的还是不错。但是整个戏剧节奏的把握，我觉得有的地方应该稍快，该提的提上一点的，人物刻画都是比较准确的，啊，好，希望你们长足发展，更加进步，谢谢。下一位选手表现的怎么样？一起来看。哎，王东，你都不知道，跟你说，你都不知道，咱俩在我家小区里都是欢迎，是吧？啊，我小区里是有一个阿姨搁家里头看电视呢，完、看着我搁广场站着呢，完他就问我，你知道我啥吗？问啥呀？说，哎妈呀，你咋这么快从电视里出来了呢？你把我吓坏了呢，还。哎妈呀，我吓跳。哎，王东，哎，我有个想法。啥想法？哎，咱俩下次比赛的时候，咱俩换换呗。咋换呢？我唱夏装，你唱上装。这啥玩意儿啊？不对，一点女人味都没有，什么玩意儿？不教你，不教拉倒呗，我还不愿意学呢。下回去我家那边拍去呗，在我家那边我也老受欢迎了。闻此声音出场观望，孙父我上秦忙搭桥，咱二人见面成咱好像那有什么心事心中装啊，有离家将心一横，实话来讲，李郎口尊上师娘，你要听衷肠啊，白日里我与孙父安
上来饮酒啊，那又怎样？他苦口良言对我表忠肠啊，他说了什么？远处那一千两纹银把你来买呀，我自带银两回家乡啊，十娘啊，对了，我把你卖给盐商叫孙夫啊，咱二人两全其美遂心肠。师娘，李郎，我把你卖给盐商孙夫了啊。李郎，难道说你吃醉酒了不成吗？哪个吃醉酒了？果然把师娘给卖了。果然把你卖了。现在大美，我问一下啊，你唱二人转有多久了？嗯，我连学带唱得有八九年了吧。八九年。嗯，那这八九年你一直都是唱上装吗？没有啊，因为我前几年学的时候一直都是学的是下装，最近一年多才改的上装。哦，最近才改的上装。对呀。哎呦，那大家想不想看看他下装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今天来办好，今天把我刚
刚出来唱戏的时候录了一段视频，我就唱夏装的视频，我带来了，带来了。来，我们一起看看。哎呀呀呀呀！身穿山腰的套七寸大襟，脑好票，坐骑一匹赤兔马，手持青龙偃月刀，好，这是大美的。哎，那王东，我再问问你啊，你唱二人转多久了？我连学带唱也有七八年了。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哈。对，我呢就是一不小心啊，在你就是陪你来的那些朋友当中，在他们的手机里面看到了几张照片。什么照片啊？什么照片？咱们一起先来看看好不好？来，请看。哇，我就觉得这人特别像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不是，你给我证实一下呗。这你在哪儿整的呀？你朋友手机里啊。哎呀，是不是也挺美的？朋友们，我就今天这样啊，让他们两个来角色调换，你来唱一回上装，你呢还是唱回下装，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朋友们？不是，关键是你看我化过妆，但是我没唱过呀。你没唱过没关系啊，谁都有第一次，他也有第一次登台不好意思的时候啊。但我现在唱上装唱的我都不会下装了，不会使那股劲儿了。我们就想听你不会使那股劲儿的时候是怎么使的那股劲儿。你这样，你俩简单商量商量，来哪段？来，太突然了啊！来到墙里墙外呀！行，你像这边更接近，声音就得变了啊！声音，我有点不得劲儿。来，丽丽老师，来，请。看身材比例还挺合适的，是吧？但是你依然那么抢戏呀、啊！这顾海，你太能招进人了，你招进人了。本来唱挺好，都俩人都跑调。我也发现了，我是挺坏的。这样啊，严老师，你来给说说。两个演员应该说从表演唱腔包括身段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但是刚才我看到两个人演这个杜十娘，我突然间有一个你们在理解人物上可能我想会有个误区。比如说李甲其实他是当时和孙父他是有个交易，他是不愿意带那个杜十娘回去，嫌丢人，给家的门面上丢人。那你就是在心理产生上你是很情愿卖他的，但是你在你的表演过程当中觉得你好像还难舍难分，不行。再次的感谢二号选手，谢谢。谢谢严老师，谢谢。因为我离大美的距离比较近，她因为戴这个头套，我看这里是不停的一溜一溜的往下淌汗呢，很辛苦。掌声再次送给她，拿手好戏。那咱你才十二啊，那咱你才十二三呐、啊。大姐你有金银舍给我呀，家堂姑娘孝顺老娘亲呐、啊。三七周瑜住这两特别一番佩服郎。支持的是哪一组？张岩老师，我支持。国文音乐提醒您，下期更精彩。